七彩缤纷的娱乐圈，吸引不少人想加入。但是宋豪辉、张美莲夫妇就选择离开，并且开展新的生活。他们更在公余时候利用一己专长，使到有需要的小朋友感到快乐和被爱。今个星期日下午4:35，《生命恩泉》特别专辑之找你，就会同大家分享他们的快乐之道。